会当把所有的阻碍，还阁有麻烦处理掉，我当然嘛爽快。你紧甲我讲，最后一步是啥？哎、明月，你先从啥？你不要吵架。你已经无路通逃，就是你死，就是柯小萱死，这么简单的选择，你还甲你丢毒？林嘉诚，你是明月学长。魔鬼，我今麦算是人间魔鬼，所以你一定要替我实现我所有的愿望。敢当请两位甲头前同款，跳一支舞。哇、啊、呜！你想怎样？我没跳，真跳。是要跳？今仔日活动也不是你主角啊，啊结果规定我全力出头。希望你回去以后好好想清楚，以后莫再有这种代志发生啊。恁大兄的手术，无你害到失败去，你唔得应该要欢喜才对。有人跳过医生的害手术失败，阿老婆查理无可能到今仔还阁无得进去。有人跳过手术失败，接下来你就要处理柯小萱这个家，你就是未来的女王啊。其实。你会用找一个人给你照顾，其实小芳一直都没办。既然你跟世杰有缘无分，也已经分开了，你敢不愿意再跟小芳试看看？会当把所有的阻碍，还阁有麻烦处理掉，我当然嘛爽快。你紧甲我讲，最后一步是啥？明月，你先从啥？你不要吵架。你已经无路通逃，就是你死，就是柯小萱死。这么简单的选择，你还跟你丢毒？林嘉诚，你是明月学长。魔鬼，我今麦算是人间魔鬼，所以你一定要替我实现我所有的愿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